上一次遇到这种景象，我真的要追溯到很多年前了。昨天晚上到现在啊，已经下了一天的雨了。这是洛杉矶，下了一天的雨。我查下地图啊，我查一下，有可能在这个某一个地方会有大堵车的现象，因为整个封路或者说有这个滑坡什么的。你看，从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，这车祸，哎，刚到还可以哈，没问题。但是呢，如果我们大家现在看这个现在的交通状况的话，在这种雨天又是快高峰期的时候，整个洛杉矶呢相当于是瘫痪的。我在地方看了一下，并且有两个路段呢已经封路了。就这么夸张？刚才看一消息啊，说一部新的电影，就是我特别喜欢的一部电影，叫 A Quiet Place Part 2， 因为这个冠状病毒呢也开始延期了。之前想着在国内没有电影看，国外还是稍微有点，那没想到真的是好看电影可能就在全世界范围都要开始停罢了。哇哦，之前还翻唱了一下这个歌。让我掉下眼泪的不止现在是想回国回不去，想去成都吃火锅更别提了。现在整个生活呢都乱了套了，整个美国呢现在进行到了一个全面的一个紧急状态。那他们的生活究竟现在什么样呢？出去看看。哇，想不到天已经晴了，不错啊。哎呀，这天啊有点小冷，是相当冷啊。我们上车。哎呀，呼，先开空调，空调开大一点，温度调高，冻的。我们今天去的地方，就看看这个美国老百姓最常去的地方，比如餐厅啊，超市啊。但今天因为下雨嘛，下雨到公园是应该没什么人了。刚才看到这个整个城市啊，那个交通拥堵的情况，他们应该就是正常上下班，一定是正常上下班。因为在美国这边，不像我们国内有时候失业几个月没有问题，这边呢有很多一部分人呢他失业一个月就危险了，他要还这个房贷车贷各种乱七八糟的。很多人呢他不是说是月光族，而是被迫月光族。因为在美国这边生活方式呢属于一种欠债式生活方式，就是你只要活着你都是欠别人的，你要么欠银行的，要么欠车行的，要么欠朋友的啊，欠政府的，大概就是这么个情况。所以在这边如果说他们不上班就危险了。当然大家以前也看过一些，就是很多人嘛还在这边罢工。罢工呢他们是想争取更多的，有些人罢工半个月一个月，那公司呢自然而然呢就有已经得出了这个解决方案了。那很多时候呢罢工并不意味着失去工作，但是在美国这边没有工作是真不行，因为吃喝拉撒都需要钱，很计较。很多人可能会因为就是这个电话费啊，那贵了5块钱6块钱的，他就要跟别人针锋相对一下，就觉得啊不行，我要跟你计较。那很多人会争了几块钱，为什么？因为这几块钱对于他们来讲都是性命攸关的，说不上，就是挺重要的。那我们先去这边的一个华人超市。说实话，很多人还是会对我们华人这个从这个看法上面呢是有所改变的，变得不太友善。
那我就去我们家附近这个 Rancho Market， 这是一个美国比较常见的华人超市。你看现在有人已经戴上这个口罩了，你进去简单看一下。刚才呢已经看到两个人啊，就是戴着口罩出去了。这边人还是蛮多的，你看他的正常生活啊跟以往没什么两样，完全一样的。你看还有一些老外也会到我们华人超市买东西，你进去看。人家老看你视频。米奇我讲车那个是吗？对、那个、讲过车对对各种手机那个对人家老看你是吗？啊，刚才遇到两个人啊，挺热情的。好、啊、是卖水果的，没区别吧。其实可以看到这个人呢相对来说是比较少的，但是生活是一切啊照旧的啊，完全照旧的。前几天还看见好多在戴这个口罩的，但现在呢已经很少了。然后这边有一个然后老外他们也没有怎么戴过，你看只要是外国人就来中国超市他是不戴口罩的。确实人呢稍微少了一些，没有少太多，像这种物资什么的也够用。啊，那边还有一个戴口罩的，对，物资也是够用的。然后这些还有老年老太太，他们也没有戴，所以这边并没有造成一个比较恐慌的这种方式啊。但是我还是看到很多年轻人他们会把口罩戴上，因为现在确实是有点危险了。你看收银员呢一般都是戴口罩的，这边要求起码这个收银员不要让感染别人，大概整个情况是正常的。比较好奇一个地方，就是我特别喜欢的一个店，比如说 Best Buy， 我去买数码。其实前几天呢他们发了一封邮件，这个邮件上面说了好像是有一些这个变化了。那我们去这个 Best Buy 去简单看一下我们家附近 Best Buy 有没有什么变化。我希望没有了，因为那是我经常购物的地方，如果有的话我就伤心太平洋。 OK， 拜拜。走这边停车场要注意慢行，要慢一点，要慢一点。哦，有个车出来了，我们让他走一下啊。生活要继续，生活要像往常一样，要有信心。从这边开过去呢其实也并不是特别远，大概开个10分钟左右。然后现在是晚上的6:40多，我没有看到，哎呦，还有出租车呢，这边出租车呢是照常运营的，还有顺丰，哎呦，还有顺丰快递呢，竟然把这个就是业务呢拦给了这种私家车，因为我看前面一个宝马 X6 呢，它是贴了一个顺丰的牌子的，挺有意思。哎，我希望是没有什么变化。就前段时间，就前几天的时候，我去那个附近的一个很大的购物中心买东西，也没有看到任何变化。他们都是很多人聚集，除了我们部分几个华人戴口罩之外呢，没什么人戴口罩了。然后，但是这几天呢，就变得严重了，也不知道今天什么情况。我们稍微去看一眼。OK， 到了，门口的车还是蛮多的嘛，还相当的多。那我就进去看一看，依旧用手机。开门已经让我觉得很惊奇了，真的很神奇，竟然还开门。哎，都没戴口罩，你看啊，这员工也没戴。你看，这边还是有些人呢，跟以往一样啊，不在这购物季的时候他就没多少人。哎呦，人少。一切正常运行，所有的服务员都没有戴口罩，他们应该没有被要求戴啊，正常。你看，就是人少了点，货物是相当的充足啊，想买什么买什么，那鼠标多少。大家记得订阅关注我的视频频道，因为我还做一些开箱什么的。又来到我喜欢的相机区啊，但是这相机呢我有的都买了，能买的都买了，最近对相机也不感兴趣了。然后整体呢这个哎呀是没什么丝毫变化的，
只不过感觉到明显的地上干净了很多，看来是被打扫过清理过，其余真是没感觉到有变化。最热闹的区呢就是这个手机区，之前想订一个蓝色的来着，但已经晚了啊，已经晚了。哎，这不是我买的机子吗？这有了，这是好了。看了 Best Buy 没什么变化，各位一切正常啊。刚才看到这些人呢走来走去，我并不觉得他们好像很怕些什么，什么都不怕。主要是啊，现在这个时间呢有点晚了，像一些商场什么的他们都关门回家了，这时候去看估计也看不出什么样来。在前方呢，我带大家去这个健身房里边看一下，如果说他们健身房人还是很多的话，那我就觉得他们就太厉害了。因为健身房这种身体接触特别频繁的地方，如果说在这个情况下还是有很多人，那我就证明了他们是真的不在乎这些。那我去看一看，走，球照打，舞照跳。健身情况啊，现在已经晚上10点多了，走的应该差不多了，但是依旧看到还是有很多人在健身的，都跑步的，练肌肉的，练器械的，没有任何人戴口罩。哎，这边要消消毒。咱再看看这小小的便利店，有人吗啊？啊，还是有人。就人少了点，哎，不是，哦，这已经开始限制卖纸了。不过纸确实也便宜，哎呦，一卷纸9毛钱。到家了。大家看到，在公共场合、在超市、在大街上，在美国这边的生活呢，相对来说还是比较正常的，你看不出。如果你不看新闻的话，真的是看不出他们的生活，其实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，可能是呢这样的生活方式呢已经太久了，他们已经完全习惯了，就好像无所谓了。